大家好，我是卷子，今天化个妹妹的妆，我要带着小丸子去我姥姥家做亲戚了。春风吹十里，莺啼报新年。俺现在已经收拾好了，小丸子打扮好了，我也打扮好了，然后准备出发去俺姥姥家。俺姥姥家离俺家很近，老粉丝应该都知道。俺从后边地里直接走着去，俺都不买礼品了，到时候直接给俺姥点钱，到时候他可以放着花。俺现在已经到俺姥家了，吃个瓜子晒晒暖，人正做着饭嘞。春风吹十里，莺啼报新年，爆竹声声起，好运又一年。走过一片时间海，只为看一下我以前得的奖状，二等奖。用我拿筷子，他一用哎用的得意，后来就还给他买一双。哎，小孩专门用的。他用的得意。这是谁看了在节目？他那个手机在叫停。刚才喝了酒了，然后也吃了饭了，再盛点稀饭喝。我没给你买东西，我给你500块钱。我这些钱哪里？你放的花吗？嗯，不能转我。我说我给你买东西，你也吃不住嘞。有的时候你也不愿意吃。要给我这些哪里？咋的了？你能挣到给你这你就转了，你能挣到给你这就转了，不能挣到要还没有。是不是？啊，不能挣到要还没有。平常你也不舍得花。嗯。真的花，那老爷爷，咱俩刚刚拿一桌的捡了瓶子，我能卖多少钱？我一次放出去，老爷爷，可比你家俩挣的这挣的钱。俺老爷爷，俺家的媳妇她可我捡了，挣了500块钱，还叫他去捡垃圾。啊，今天我媳妇让他捡着，人家捡着不中。啊，就这几户都薅到我摆出了，不要他走。啪啪啪！不要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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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的小组行不行？咋做的看出来了没？